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，我觉得超幸福的。哎呦，啊，对啊，超白的，超幸福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照片笑超灿烂的，那个牵手牵的超灿烂的，脸上写我超幸福。就很烦哎，所以一定可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样，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变这样吗？这样，因为我有谈恋爱。Okay. 你不止谈恋爱，你还结婚了呢。怎么样？对，那你觉得牡羊男生好不好？牡羊男生很好。Yeah, 太棒了！阿珀是牡羊男，这样。谢谢，真的太好了，牡羊男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棒棒。那今天当然，听说那个 L 先生也是牡羊男，是不是？你要把他乱 Q 啊你！